参与共生法会，也希望能够让大众对三宝起恭敬心。大同世界举办共生祈安法会，一大早就有200多名的法师陆续抵达，并一同举行祈安法会，大众一同共修念诵佛经，现场也安排了许多表演。万德禅师的住持传智法师也莅临主法。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我们这个大同世界、来举办这个上经救济平民，再来就是供养、做共精共福共法共精的这个意义。那这个意义呢，可以说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他所传下来的，使到咱注意呢，后代众生呢，会当来知影要安怎做，啊来做这个供佛法经三宝呢，这个法宝，才会当来，予咱注意呢，会当得到非常大的利益。共生等于间接推动了社会福利慈善事业，共生可以对三宝产生恭敬之心，有见贤思齐的功能，能鼓励和策动大众去追求佛法化实地人的理想，无形中产生了转移风气、净化人间的作用。史方新闻归文徐建义高雄采访报道。